三轮现在只有一次保送而已。然后对战过，对他比较有把握。这个球，这个运动，哇哇，把球给收进手套里头，接在了手套的前缘，又是一个精彩的守备美技，支援了德保拉。哇，这个太厉害了。林祖杰差一点点把击出安打，但硬生生被运动员给没收，往他的左后方跑啊，伸长的手套把这个球给接进来，变成了第三个出局数，也让德保拉七局上半完成了三上三下的半局。第四度的登板，抱歉，是第三度，第一站、第四站、第五站，这个球又是 nice catch。没办法，打得好，但是接得更精彩了。哇，第七局有岳东华，第八局江坤宇要加入我美记的行列。我来看一下，这个球扫到了游击防区，其实打得很强劲哦。但江坤宇也是施展他拿手的科技扑。这个二游实在是要打穿来真不容易。也是把自己的身体横向延展到了极限哦，江坤宇抓到了出局数。